1000多张莲花椅即将搬入新启用的讲经堂，职工们利用周六日两天休息时间，将椅子擦得干干净净。今天要擦洗的椅子大概是1092张，昨天我们已经号召大概也是整400位的职工来打扫整个静思堂，是为了这个4合1的营队。周日当天，静思堂内正在进行新进职工成长班的课程，新进学员们法喜满满。一结束课程，300多位学员就带着一颗感动的心，立刻投入到静思堂的打扫。因为刚才太多的感触，就说自己有健全的身体，都还不能够把事情做好，反而看到别人身体残障，而且这么的不幸，还是有那一份心把自己带出去。就是在这一方面是觉得很多东西要从内心开始做起。在家有打扫，可是那么大范围还是头一次了。你要让那么多人进来这里有那个舒适的感觉，就要很用心的去把它抹干净，这样子就那个心境会不一样的，是一种责任啦。就把这个当成自己家里的打扫就是可以了。也是要让其他学员哈，下个礼拜来的时候，4合1团队来的时候，让大家看到东西都干干净净，心里也很舒服。来了上了4合1之后，就承担更多了，回去就跟发心立愿了，大家在一起接引更多菩萨。静思堂的每一个角落、每一个缝隙都用心清扫，用一颗虔诚的心迎接来自中东南马的近2000多位4合1营队学员，呈现一个清洁美好的心灵家园。大爱新闻贾少燕、林延军、肖曼玲，马来西亚报道。